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如何不再被动收入，转而实现杠杆收入的方法。首先，让我们明确一下什么是被动收入和杠杆收入。被动收入指的是我们通过工资、股息、利息等渠道获得的收入，而杠杆收入则是通过创造或拥有资产，从中获得的收入。杠杆收入通常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，因为它不受时间和劳动的限制。那么，如何实现杠杆收入呢？以下是一些方法。一、投资房地产。房地产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方式，因为它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值。如果您能购买一处房产，并将其出租，您将能够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。二、开始创业。创业是实现杠杆收入的另一种方式，通过创造一个成功的企业，您将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，并且随着企业的成长，您的收入也会增加。三、投资股票或基金。投资股票或基金是另一种实现杠杆收入的方法。虽然投资股票或基金存在一定的风险，但如果您选择正确的投资，您将能够获得较高的回报。四、建立自己的品牌。建立自己的品牌也是实现杠杆收入的一种方式，通过建立自己的博客、社交媒体账号、YouTube 频道等，您将能够获得广告和赞助收入。以上是一些实现杠杆收入的方法，但是要实现杠杆收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努力，也需要有耐心和决心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实现杠杆收入不仅仅是追求财富自由，更是追求自由和独立。我希望大家能够为自己的未来打造一个更加充实和自由的生活。